晚上7点，民进党籍的候选人赵坤元竞选总部晚会，吸引近1000名民众前往支持赵坤元。市长赖清德为了赵坤元，也特地赶来站台，希望赵坤元在大兴营地区能够获得高票，顺利抢下议会重要的一席。你若看伊每一遍的质询，你就真清楚会当知影，伊是用具体计划要来解决地方的问题。伊是要用具体计划来带动大兴营区的发展，这款的议员叫做啥？叫做专业的议员，你讲对不对？你讲对不对？伊唔是用骂，伊嘛唔是用钝刀啊，吼、哦，伊嘛唔是用甲你闹开的，伊是用计划提出来甲市政府好好啊来讨论的。这款理性、专业的议员，咱是不是应该爱阁继续甲支持啊？最令人感动的是，因为让赵坤元服务处理案件，相当感动的越南新娘更为赵坤元成立台湾媳妇后援会，为赵坤元站台，并且现场献唱一首《咱的母亲叫台湾》，更是令台下支持者感动。前台南县长陈唐山也在台上拿出手机，对着台湾媳妇后援会拍照，希望能把这些感动的照片带回台北给他的亲朋好友看。我一个离乡未近单身的家庭，弱势家庭，我拄到的代志，我嘛唔知要找什么人来替我解围，来替我处理。我真好运，有一个同乡介绍我，叫我去找乌鸡大的乌鸡议员。结果，阮的电话联络后，乌鸡就陪我走从围江。为我找有关的单位，把我的代志处理解决好些。我要甲伊讲多谢，后家佫甲我骂，伊讲这也无甚物，但是对我来讲，这是足大的代志。前总统陈水扁的儿子陈志忠也为了支持一边一国连线的赵坤元站台，希望认真问政的赵坤元一定要让他顺利进入台南市议会殿堂。好啊，这次哩大台南南新营区，好，咱来支持乌鸡议员。好，所以这个所在，咱绝对爱来拼这个会当全力打。好，刚才主持人我哪有讲到？好，这个所在，民进党是提名两席。投民进党提名两席，好啊，所以哦，啊，咱这个打一席，好，安尼是无算作讲来这个当选哦，与咱一边一国才支持两个，好啊，所以咱 OK 一定爱甲这席搞掉的，好，只有 OK 会当来当选，嘛代表一边一国吼。李家也当全力打。而前台南县长也是现任立法委员的陈唐山，对于赵坤元这个做人正直、豪迈不羁，对于百姓的问题就是他的事情的精神，陈唐山说：“这种人不选给他，还能选给谁呢？”我每一位在台顶的家，那个各位拜托的，加一个重点，第一就讲这人是好人，这人会做工过，这人有主张，这人有伊的真。重要的一种思考的模式，这人会当坚持，这人重点就是伊是正港的台湾人，这么重点就是伫这几点尔，啊，所以咱要安怎让这种人会当阁继续当选？我就是要拜托，我直接讲话，就是要拜托各位，啊，尤其我作为八党的县长，我想恁大家一人真清楚我的个性，我袂甲恁骗，我唔捌咧甲恁骗，我选票嘛唔是甲恁骗的，我嘛讲实在，啊我。中山管了我嘛是安尼做啊，所以搁我拜托一摆吼，拜托一摆，恁回去了后一定要开始拍电话，恁好熟悉的人、有选票的人，拜托一定要用恁各种的方式来联系。对于民进党大佬、政治名人都来为赵坤元站台，赵坤元相当感动。谈到妻子郑雅颖因公身亡的事情，更是数度哽咽，说不下去。台下支持者也为赵坤元大喊加油 ，OK， 不要哭。啊，我嘛听足侪人咧讲，
我给你会当选这多票，林某占七成，结果今仔日伊来离开咱，尤其搁这场选举的艰难啊，嘛足侪人在遐看，我计点伊伫手骨，点伊伫脚骨，等于脚手我去要剁断伊啊，我计要安怎选？伫遮我唯一会当来拜托咱遮好朋友，你若肯定我计会牵手，但凡我计伫遮带你困求，带你拜托，听少邓亚贤来支持我计好无？啊！去伫遮要达达个拜托，莫来造成四当前个遗憾。我敢甲大家保证，四当前毋是咱个票无够，是咱分票分完呢。我敢交民进党迄两个候选人来比，伊四当前，因两个有伫大地有大地方服务过啥？是安那安尼时间，因个票拢会当起遐尔啊悬？我绝对毋相信。我相信咱遮在座遮好朋友，绝对把咱的票分掉伊啦！整个造势活动在释放烟火，与支持者的热情簇拥，高喊 “OK”， 赵坤元动算后结束。赵坤元希望民众的热情能够持续下去，直到11月29日，让他能够顺利进入议会为民发声。记者黄娟怀台南报道。